人很少的，现在早上我发现蛮多的。现在建这个实验场。现在司空见惯的摩天大楼，今天的天命殿，它承受度很高的，墙壁厚重，建筑精良。现在成为国有。你第一种开始抓，看第一种装装的。怡皇平楼，百年前贵族生活的遗迹，也有很多旧房子。江南潮湿，它成为。宣和城夹杂在黎明黎皇平楼贵州生活圈的贫民窟，好老的房子，100多年的建筑。是的，100多年前的啊。解放前的，解放以前，解放以前是日本人来了以前。就是1939年、1922年的房子，是不是？谢谢老师傅，这是当时有钱人才能住的房子。原来是日本人丢沙袋砸的。对，老百姓只能住草棚子。对，砸了以后就成了废墟，就盖的草棚子。哎，就当时老百姓只能住泥巴房子。对。我这一次去菜店区都看到泥巴房子了，那是应该是1960年的房子。那边呢，这都是草棚子。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这是日本人丢砸烂的地方。好，谢谢你告诉我。
1939年中俄战争以后，草棚子化为灰烬以后又盖的房子，又盖的草棚子，现在演变成这个房子。历史师傅告在是老师傅告诉我。每当回到这些向着生去的旧房子，就只剩于当年的历史环境中。这边是一个高楼，我小时候就被我砸了呀，折了，我稀了呀。我还是折了，我待月今年了。麻雀飞舞，现在演变成为一部分生意人、本地居民投居居住的地方。江汉路，汉口，武汉的核心所在。百年以前，人们把希望称为汉口，才是武汉。然后后来的武昌和汉阳都是乡下和农村。真正的武汉就在这里。对，是的。所以说我们的颜色的都是啊。城中村是一个复杂的载体，它演变成为地方平楼。民国时期英美租界地，经过历次的政治改造，它演变成为一个复杂的地方，演变成为平民聚居地，演变成为高档娱乐场所。这是大名鼎鼎的梨黄平楼，酒吧一条街，下午和晚上才是人声鼎沸、灯火辉煌的时候。一掷千金的萧金库，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玉行产百姓家。历史的演变让人唏嘘不已。这些古序都在告诉这里的历史悠久。这可能是武汉市最大的老树。一棵树，各种各样时尚酒吧，中共中央长江局旧址，1983年，它是1927年。知了在不停的叫。落叶三千，还可以三天，店内心无饮食，各种各样的房子，这是民国时期的，或者是殖民地时期的房子，已经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饭的地方，各种地下酒吧。它的巷子是这样，尼基的能源线，这样偏僻的地方，居然也布满了商家。依托民国英美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这些建筑，依托长江汉水，武汉市把这里打造成为武汉的旅游的名片，高效的场所，酒吧，楼上有很多 KTV 夜总会。经理的商人开始在工作了，为生意做准备，房子也在装修，门面在装修，寸土寸金的萧金河。这是近代史上文明登陆大陆的地方，捐躯后经过精心建筑，这墙面铺的砖都是假的，房子还在建设中，还在建设中，现在已经很少有商机了，消费不振。前方通往长江，这是英美殖民时期留下的一条街，如今成为网红的打卡地。现在是上午人算少的，虽然是上午8:309:00。武汉有最大的内陆河流长江，早期的河运发达，所以整座城市依河而建，前方就是长江。上午8:30，很多人已经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晚上凉快走人人山海的地方。9:00的公共汽车开始下来了，一开始炎热，更多的人真的是四面八方涌过来，这是武汉的旅游景点。这边这个房子却要拆了，老汉狗很烟丑的社区，有这样的老街巷，百年历史老武汉。传统的小吃，好多年都不看报了，居然还看到一个报刊。那卖十年会翻了，还是老婆比较多些。那肯定多些了。
好多年都买报纸，我经常还看这个报。这是一个拭目以待的历史时期。就是嘉行楼，英美殖民地留下的，几十年前，不，一百年前武汉生活的模样是怎样的？这是大名鼎鼎的胜利街，老汉口的一部分。这形成的巷子里面，就夹着了很多百年建筑。它的外部是网红打卡地，它的背街后街却是普通人居住的地方，是这样的场景。爱生活的人们在这个水缸里面也养了金鱼，种了盆景。街道布置得很精致，狭窄的空间里面他们是不是养鸡了，把这些食物捡过来。普通人在一座繁华的光鲜亮丽的大都市的背后，这样的生活。这是老式的铁楼梯，很少见的。武汉市工坊区第二房管所，这个是被公家没收的房子。这些古旧的门窗，这是武汉市古老的历史遗迹了。历史背后的血雨腥风，我们都不会追究了。放假了，很多学生也过来游玩。
最漂亮的房子，纪念馆，中共的历史纪念馆。穿行在这样的老街的，就好像穿行在历史中。我们穿行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中。英美留下的遗迹现在成为网红打卡地，重庆里武汉不仅有那种脏乱差的城中村，也有这种高端的老社区，现在成为旅游景点。巷口就是一座武汉100年来的历史博物馆，老巷口就是一个博物馆。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你的观看。